赌神重现，啤牌茶日水压富商。靠实力的赌神都要借高科技帮手，这个台湾赌神林文忠就一个唔该照版主碗啦。他赌神上身，引诱台中的富商开赌，在 K 房摆个天仙局。同党戴咗特制隐形眼镜，可以睇到查咗药水嘅啤牌暗号。玩骰盅嗰阵就出蛊惑，用水银骰仔冇得输。加埋呢个针孔烟灰缸，安排隔篱房嘅同党提晒水，确保铺铺赢。富商就狂输钱，被逼签落借据。警方话林文忠有黑帮背景，有受害人惨被暴力追债。其中有个商人哦，他被炸了大约3000多万，手脚相向哈。那其中有个被害人是被打了眼眶都淤青。警方经过4个月的追查，早几日采取行动拉了17人，成功瓦解这个炸赌集团。